袋里面手机、钱包、钥匙还是什么玩具啊，都不要带。那我们后面，我位置都是帮我弄。两双，他不是有一个在旁边。爸爸，你带那个行吗？啊，等一下，口袋里面啊，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、零钱都不要带。好，那后面有置物柜可以放。那有鞋子，有人不是穿布鞋的吗？布鞋两双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车子方面，左脚是刹车，右脚是油门，那后面就排气管很大。